环境的部分大概10到15公分就可以了。我们有没有胶带？10到15。对。10到15。那要多宽？多宽大概一样，3到5公分就可以了，跟你的差不多。然后呢？再找一个，随便找一个垫片。嗯。这个地方。嗯。切齐。对。哦，用绳子或者是胶布都可以。垫片，就随便找一块垫，垫高。垫高。对对对。伸过去，变成这样，压下去。这么重？哎，对，因为这是板机。现在这是板机的那个。好，这样子，6个，对吧？还要看那个板，板机。哦，这样子，把麦带啊，另外一下，然后压从下面这样压，这个就是板机，压下去，好。